我们现在就开始那个吧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进入花花校园里面，走吧。我们先去我们家里看一下，你家火球筐多好看。好了，今天我都知道了。好了，走路。对了，学校里可以穿工服装吗？算了，先穿件衣服吧。校服。好了，走吧。很帅呀！怎么走？可以了，这样走得很慢的，你别让他们到上班。
我们现在很开心的你跟这个老师，你看我们接下来这个考官，我们就假装走人，走走走，召唤，连冲，等着出道，傻了，对，马上。
减少不伤人，减少不伤人，我减。Wait.